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貼盤女神 Doris，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立方一间一房的卖盘，有海景睇添嘅，我哋即刻去片啦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305尺，是开放式厨房的一房单位，发电商是南风，原本咧整个屋苑咧就有4处一房，2处紧厨房，2处开放式。咁呢个单位普遍就是原装的装修啦，配备部分的入场家具。有关购物娱乐方面咧，步行一条桥的距离就去到 Plaza 88银座式商场，而呢度咧都望得到临近临海的荃湾西屯马线站，行过去都是15分钟到。立方的开放式和一房的租盘都非常之抢手的，几乎没有那么挤的。如果你买入来投资的话，这个可以租到大约14000到，如果是上车客的你们，首期只需60多万。有兴趣找回我贴盘女神带你看楼，多谢大家。